大家好，我是六年六班陈怡。我是六年六班杨。我是六年六班陈思瑶。好，那你们一开始在讨论 DMC 的时候有想到哪些问题？就作业太多，或者是书柜乱七八糟，低年级的小孩很没礼貌。那你们接下来要针对哪一个问题有想到解决的办法？一年级打怪做成大富，就是用游戏的方式，然后里面游戏会有就是各种类似像是一般的生活支付游戏，然后会让他就是透过游戏去实现那些比较有礼貌的行为。就是在游戏中就让你去练习一下怎么样做出有礼貌的行为。所以接下来的下一个步骤，你们想要行？我们一大部分已经做完，剩下其他部分已经做出。嗯。然后我们赶快跟低年级老师约一个时间，就是跟那小朋友说。OK， 好，祝你们的活动顺利，拜拜。拜拜。